天给大家也有做到那个优惠的活动哦，反正今天的直播时间比较长，从11点会播到3点钟，然后点赞没满10000的话，我们就抽一个宝贝送一双丝袜，就是主播试到哪一双就送哪一双的同款，好吗？就大家到时候可以点赞点一下啊。然后参与这个活动宝贝啊，一定要关注主播，然后还要关注主播的店铺啊。然后点赞没满10000的话，我们就抽一双袜子送给大家。然后看今天4个小时啊，能点多少赞，好吗，各位宝贝？这回保利高兴了，这个昨天是要抽奖的人，今天还没来啊，还没在现场，没关系啊，我们可以先抽奖，不用等他。欢迎各位新进直播间的宝贝，主播现在这一款啊，是我们家0.01系列啊，没有挂在我们直播间里面。然后大家可以进到我们店铺里面进行选择，想要参与我们点赞抽奖免费送袜子活动的宝贝啊，大家记得关注一下主播的店铺，感谢宝宝们的关注，还要关注我的店铺哦，就关注我也是，你就没有用的啊，一定要关注我们的店铺，然后再关注主播好吗，各位宝贝？然后主播身上这一款啊，是我们家0.01系列这一款是高腰无裆的设计啊，高腰无裆的设计。喜欢主播腿上这一款呢，可以进到我们店铺里面选择0.01系列啊。这一款我们脚尖也都是做了全透明的设计，这个镜头有点看不见我的脚啊，过来一点点。感谢宝宝们的分享。今天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们这两天好像这个红包功能好像下线了，就非常的让人难受啊。然后就给大家，反正没事啊，反正都有活动啊，然后大家可以积极参与一下。我不知道别人的直播间是不是也是这样子，好像还是就我们直播间这个红包功能下线，好像我看大家好像都是这样子，应该是红包功能下线啊。所以说啊，我们也给大家就是做到，满点赞啊，点赞满10000的话，然后我们就给大家抽一双袜子送给大家啊。对，是新开的店，也开了有2个月时间了，就是还算是新店吧，就相对于别的大店来说啊。谢谢我们的玲玲，主播团上这一款是我们家0.01系列啊，没有挂在我们直播间里面，但是大家可以进到店铺里面进行选择。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点赞送丝袜、免费送丝袜活动的宝贝啊，然后记得关注一下主播的店铺，然后每点赞到满1万赞啊，然后我们就送一个宝贝，抽一个宝贝送丝袜，好不好？大家记得一定要关注一下主播的店铺啊。欢迎各位新进直播间的宝贝。主播身上穿的是我们家目前为止啊最薄的一款啊最薄的一款，这一款我们因为它是无裆的设计，所以说不能挂在我们直播间里面啊。大家可以进到我们的店铺里面进行选择0.01系列啊这一款。然后我们家就是所有的款式啊，我们都有放非常清楚的，就是上身图、正面图啊。如果就是大家想要，如果有些没有挂在我们直播间的款式，没有办法给大家很明确的展示那种款式，大家可以进到我们详情页里面啊，然后去看一下。然后非常感谢大家，欢迎我们锅碗瓢盆啊！大家记得啊，关注一下主播的店铺，关注一下主播，然后每满10000，我们就抽一个宝贝送丝袜啊！主播讲解到哪一款，我们就送哪一款啊！谢谢我们的乐乐。然后今天我也尝试10万赞，那我真的是太厉害了，那我真的是太厉害了，就是希望吧，希望。然后反正是新店嘛，我们反正尽量，大家手不要点酸了。主要还是关注主播，
店铺来关注店铺，关注店铺啊。欢迎各位新进直播间的宝宝，主播现在穿的是我们家0.01系列啊，这一款的话，是无裆高腰啊，然后脚尖透明微加布的设计啊，这一款的话是我们家目前为止哦最薄最薄的一款，然后所以说啊，这一款的话，有喜欢的宝贝哦，记得进到我们店铺里面进行选择，因为这一款是没有在我们直播间，进行售卖的啊，所以说宝贝们啊，进到我们店铺里面啊，选择0.01系列。谢谢我们的玲玲，我们玲玲也是美女姐姐啊，还有我们的乐乐，2万了，哪有这么快乱讲啊？上2万我肯定就会给大家抽奖啊，我向来都是说到做到，想说到做到，我们家老粉就知道啊，从来都不会说谎的啊。往下拉一点，我看不见。欢迎各位新进直播间的宝贝，谢谢我们的乐乐，大家动手点起来啊！我们看看，我觉得好像照这个速度，应该很快就可以上1万了，我们就可以进行今天第一次抽奖啊！反正大家上那几万就抽几次，好不好？我们没有上限啊，没有上限，就算今天如果能送出去20双，我都是心甘情愿的啊，各位宝贝。我们的宝弟来了啊！欢迎我们各位新进直播间的宝贝啊！主播头上现在穿的是我们家啊0.01系列啊，0.01系列的，所以有喜欢这一款的宝贝啊，大家记得进我们的店铺进行选购，好不好？这一款啊，看大家表现来，对呀、啊，抽奖啊，今天抽奖，我已经提前在我们群里面通知了。然后有喜欢的宝贝啊，大家记得关注一下主播的店铺，然后再进来抽奖，好不好？再回到我们直播间进行抽奖啊，各位宝贝。主播身上这一款啊，是我们家0.01系列，0.01系列，有到了宝弟最喜欢的直播环节啊，没错。有喜欢啊，有抽奖就喜欢啊，然后没有抽奖的时候，大家也记得来直播间啊。可以啊，只要关注主播的店铺啊，关注主播的店铺，然后关注主播啊，就都可以参与抽奖啊，宝贝们。大家记得关注主播的店铺啊，关注主播的店铺，然后大家还要关注主播啊，两个动动你们金贵的小手指啊，点一点，点一点，点一点主播的店铺，然后点一点主播，点一下关注啊。来，大家中午好，中午好。对。谢谢我们的乐乐，大家记得点点赞。主播现在穿的是我们家0.01系列啊，这一款是我们家高腰无裆啊，脚尖透明，微加布设计的袜子啊，这一款是我们家目前为止最薄的一款啊，一共有4个颜色啊，主播穿的是黑色，还有肤色、深肤色和灰色，一共4个颜色啊。对，想参与抽奖的宝宝都点点赞啊，谢谢我们的乐乐。欢迎各位新进直播间的宝贝啊！大家记得关注一下主播的店铺啊！丝袜的味道传出来了，
是我们家0.01